藕汤番茄大火，这样子，这个冰口啊非常的大，淤泥非常深，哇塞，这边，哎呦，喂，哎，哇，大火，哇，大火，藕塘大火，今天晚上资源非常好。是这个墨子啊，空间很大。然后你看我摸那个啥，摸那个大闸蟹，哇，公的就那么奇怪。然后这里面还有洞，喂，大家看啊，上一弹啊，上一弹，这里面我摸到啥了？我摸到黄鳝了，以后啊，里面竟然还有黄鳝，喂，出来，哇，要咬人了。哇操！里面出了个大闸蟹啊，这个泡沫鳝啊，喂，哇，全是仔，哇，哇，这么大，哇，算了，不敢上，放了，全是蛋，这吐的出来全是蛋了，这什么？全是蛋了，算了，来啊，家人们，这是在这个。窝塘啊，很适合我待的地方，这是我们找资源在底下网络不好的地方搞这个收获，上面的网络非常好，今天晚上资源是非常给力哦，全是窝塘这一片。在后头，哎呦，因为这是我们上午的收获，太给力了。9点钟，相约直播间，干就完了。左擦一下，右擦一下，这里再擦一下，它这样才能松，知道吧？原本想着今天买一把新桥，铁铁的这个，谁知道它这个铁的还不硬，不太好用，还没木头的来硬。哇，好，应该好痛，还可以，再敲一锤，再敲一锤，大尾巴，真的大尾巴，非常大的尾巴，搞不好还容易双飞，我这边能不能干出来？哎，都很大，哇，啊，哎呦，哇，哇，哇，炸开！喂，然后好彩哟，快点，你挖上面，你好动，好动啊！好，哇，这因为我提一共，他退不退出来？他再看看多少口面退不退出来？这样死不生气，我操！压肚子都虚一股，那太惨了，哇！这因为这手这么大，绝对来头，这个方向绝对报废了，绝对不报废！哎，那随便停！哎呀，好，不要出来了！哇，大货，哇，这么大，哇，生货生货，大货劳动。过来，我没动了，这个水动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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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大一个，我说没得啊，下塘绝活，非下塘啊，这么大手都捏不住，应该有金宝，洪湖资源太给力了，我去。